魏若来，他非常的孝顺，他心好聪明。你要是嫁给他，你会非常的幸福。魏若来，他非常的聪明，他做事情他也努力。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怎么，你看起来有点心虚啊？哦，没有，我没有心虚。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 他说你7岁还在尿床，什么？从小就胆小如鼠，总是跟着你哥哥，擦一下就倒，碰一下就哭。有一回还因为一串糖葫芦，差一点被人贩子给骗走了。你为什么要跟沈小姐说那些啊？哎呀！别装了，他都跟我说了，你为什么要跟他说那些？说的都是事实啊，哪件事儿我造谣了？